喜欢旅行，喜欢慢活，喜欢在轻松的下午来杯温热的咖啡，喜欢从细节中感受每座城市的人和事，喜欢欣赏车窗外不同的风景，喜欢每一本书教会我的事，喜欢带着它陪我行走每一段旅程。我是秦岚，我是 Tollbert 城市玩家。